持续让你关心凯米台风来袭，那么记得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在阳明山上的著名地标花钟这边。那可以看到呢，现在在山上呢是陆续的刮起一阵又一阵的这个强风，可以看到呢一旁的树木呢以及这个草丛呢也都是随着强风来飘逸。那么呢在这个山上呢，现在呢也是刮起了这个强风之外，雨势呢也是持续一阵一阵的，这些是雨势是持续的落下。那可以看到呢，也是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，现在在花钟这边呢，可以说是几乎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游客。那除了没有游客之外呢，这个一旁的这个店家呢，其实也都是大门深锁关闭的一个状态。那就是因为呢，这个凯米台风来袭呢，预估北台湾呢是首当其冲，尤其呢在北部地区呢，更预估会刮起九到十级的一个强阵风。那可以看到现在在阳明山上花钟这个知名的地标，还有一旁的步道呢，也都是通通是没有人的状态。那只有在刚刚呢，记者是目睹到了有一名这个登山客是不畏这个风雨呢，是持续的来登山。那他也表示说的，这个今天呢，会来登山呢，就是因为目前这个风势雨势都还不算太大。那么呢，这个加上呢，这个登山呢，其实是他每天例行的工作，所以呢，他也才会持续的来这个登山呐、啊，是穿上了这个雨衣，是持续的上。山那预估呢也会往这个山上的竹子湖的方向来走。那现在呢，就是目前在这个阳明山上最新的状况，就是风是持续的一阵又一阵持续的加大，那雨势呢则是间歇性的雨势持续的降下来。而在花钟这边呢，目前是没有任何的游客。以上是我们在现场为您掌握到的真实情形。